马宽利，我们的国际合作先谈到这儿。我呢，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问题，不然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。我拿你当朋友，我一直拿你当朋友，一定说实话。我对你马红旗的事了如指掌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我还是不明白。 你说有什么不明白？那年我和哈斯木带着方凯的两个孩子去哈萨克草原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我当时拿着猎枪追上了你们。你为什么把孩子放了？是不是良心发现念着方政委的好，还是害怕我和哈斯木弄死你？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阿拉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到现在，我仍然恨方政委，但是他对我的好，我也没有忘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不过当时，我是怕你，盯着我的那双眼睛，你怕我是对的。 我告诉你，我还会盯着你的。不过，我劝你，你不要恨方政委了，你已经把他给害死了。你错了，方政委不是我害死的。要不是他自讨苦吃，跟造反派对着干，他不会被整倒。他是病死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就算有。 我马宽利蹲了5年大牢，你算对得起他了。你不真心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判你个无期徒刑，你也会对不起他的。阿拉铁，你这是得便宜卖乖。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就不是方凯的亲生儿子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又开始算旧账了。过去就是一场灾难。 谁都没落好，过去就让他过去了。现在一切向前看，没错。刘浩老师说的对，一切向前看，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。 马宽利，你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，跟着方政委的。说的对，阿拉铁，当时我还教过你小子，你小子也会唱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。好，正事儿咱明天再谈。嗯，今天回去休息啊。走，走，李四。 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来来来，你知道我今天见着谁了吗？谁呀？李斯先生。李斯先生。对，外国人。马宽利。马宽利，以后别再提这个恶魔的名字。他怎么会是恶魔呢？他现在是外商，改名叫李斯了。不管是李斯也好，马宽利也好，马红旗也好，以后别提这个人的名字，也别再跟他来往。 你看，你看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人家现在是外商，我跟他绕来绕去，又绕到一个锅里面去了。哎，莱提，你忘记了方政委是怎么死的吗？你忘记了当初他是怎么整我们的吗？哎呀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做生意。过不去，只要我在，以后别提这个人的名字。好，好，好，走了，咱们睡觉去啊。睡什么睡啊？走走走
阿莱提，你别睡，起来！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许你和马宽丽来往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怎么他们俩又吵起来了？快去劝劝！去呀！哎呀，劝什么了？人家小两口的事情，不要多管了。我听他们说。 说艾拉蒂和那个马宽丽一块吃饭去了。马宽丽，就是当年整你，后来又整死方政委的那个坏人。就是他，这个艾拉蒂怎么和马宽丽搅和到一块去了？明天我得好好说说他。 我看你欠思考啊！马宽丽说他是外伤，就是外伤了，你就相信他了？你们可以不相信马宽丽，但是刘浩的话应该相信吧？是刘浩告诉我，他跟马宽丽合作了三年，不然我不可能跟马宽丽合作。那你就认定马宽丽是可以相信的人了？乌鸦跳进天池里，洗40遍。 他还是黑的。马宽丽在深圳怎么发家的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相信他跟我说的是实话，他肯定是重新做人了。我看你啊，少跟他来往，头一天见面就拉拢你，多半是算计你。算计？哼，我知道马宽丽和刘浩肯定是在算计我，他们想把我的国营大企业。 变成他们的廉价生产基地，想把我的厂吃掉呢？哼，我艾莱铁没那么笨。我要利用他们，打开国际市场，然后甩开这些中间人。啊，行啊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艾莉呀，不愧是当过厂长的人呐。哎，过去我还没发现啊，你呀，不光是脑子精明，还这么有远见啊。 行，我支持你。老魏大哥，你可不要瞎说，跟坏蛋斗法，弄不好了会被一起拉下水的。亲爱的妈妈，马宽丽没那么可怕，你不信，您就等着看吧。看什么看？这种人天生长着坏心眼，就算他是外商，也是坑蒙拐骗起家的。你跟这种人合作，早晚会上当。 你想啊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看你就没有艾拉提看得远，没有他胸怀广啊。虽然马宽丽过去犯过错误，如果他真的改过自新了，有能力做大事，那为什么不跟他合作呢？爸，我们怎么知道马宽丽就改过自新了呢？刚才妈妈不是说了吗？乌鸦跳进天池，洗40遍，他也是黑的，说不定他现在比以前还坏。 哎呀，宁霞呀，你不是天天学习先进知识吗？连刘浩都说你的头脑比我清醒。按你这么说，那改革有什么用啊？那还不如回到大锅饭时代，吃不饱饿死算了。我是为你好。我不需要你这样为我好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看你呀，脑子被烧坏了，还没有你老婆清醒呢。我告诉你。 不管你把那个马宽丽夸成什么货，我都不会让你和马宽丽来往。如果你还敢跟马宽丽来往吗？我带你老婆回新疆，你就留在这和马宽丽一起过日子啊！哎呀，你们的批斗会结束了没有啦？结束了，进屋吃早饭了啊！ 我爸要和你爸合作了，这个是件大好事啊！但我听说这外商，外商怎么了？说这外商以前跟你爸是仇敌，你说他儿子唱歌了，马宽丽，马宽丽成外商了，他是怎么跑到国外去的？看我说你糊涂吧！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改革开放懂吗？进进出出就那么点事儿。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该不会这外商真是马宽丽吧？是。 也不是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，不说我走了。行，是这样，这马宽丽背后真正的外商是
加纳老板，他是亚美国际公司的董事长，生意遍及整个欧美，也是最先进入中国的纺织公司。关键是，他不仅做纺织，他还做时装。所以，我有个点子。什么点子？你快说说。你没有点什么奖励什么的吗？先说明白了，再论功行赏。这亚美公司最近准备在深圳搞一场时装表演。 我想让我爸推荐你们模特队去接这单生意。他做哪些品牌啊？就是面向中国市场，适合中国人的牌子。那还行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跟亚美公司搭上线了，然后就看你的了。你是说我接亚美公司的平台，将来去搞设计？好主意。<笑> 刘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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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
我们是一个冒牌的商人合作，你要是真的想让厂子好，就会先将把我们的工厂搞好，打开市场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不争这些了啊！你先让我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哎，拉提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是厂长，可以管工厂，但我是你妈，我就要管你。今天我就不让你去见马宽利，你给我回房间去。妈，你要是敢上车，就不要喊我妈。 算了，拉提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等你有时间再说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以为我喜欢跟马宽利合作是不是？现在厂里的库存堆满仓库，资金收不回来，这连下半年的工资都是个问题。 你跟马宽利合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吗？我们厂的市场是在新疆，我们应该想办法把我们的市场抢回来。你觉得抢市场这么容易吗？那我还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我，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乡镇企业都在和我们抢新疆市场和国外市场，我们要站得比他们高，才有未来，才有出路。我们哪里比不上那些乡镇企业？ 我们有先进的技术、先进的设备，也有和国际接轨的产品设计。对，那为什么我们的销售就不好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厂，一年的利润就不如刘浩和马宽利公司的一半呢？为什么呀？我们现在不谈改革的问题，我们现在谈你的问题。马宽利是害死方书记的罪人，是方家和我们家的仇人，是昆仑丝绸厂的罪人。 什么是底线？那你来当厂长，这么多人发不了工资，生存才是底线呐！哎，只要跟马宽利合作，就能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些危机，能打开国际市场。那为什么不能跟他合作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哎，拉提呢？别提了，他今天为了来见你，差点跟他老婆打起来。魏明霞，还有他妈。服务员，来杯咖啡。我早就料到了，这家人我太了解了。你要真的了解他，你今天就应该出山呢。 现在还不到我出山的时候，那什么时候才是你出山的时候？如果这次阿拉提不跟我们合作，那我们俩的损失可是相当大。知道。刘浩，你再想想，咱们除了跟阿拉提合作，还有没有更合适的下家？很难，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下家。
全国那么多厂，你怎么就认定他们最合适啊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他是新疆最大丝绸厂的厂长，他的产品和技术货真价实，是你我这些乡镇企业没法比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政府扶持，还有昆仑山下几个县的桑蚕资源，这个你我能比吗？他们只是现在还不懂什么是企业，还没有转过弯来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只能跟他们合作了。 可是现在，咱们连见他一面都难，怎么合作呀？哎呀，这个也倒不用着急。回来的路上我也想了，这次合作对他们来说同样重要，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次可以挽救他们工厂命运的生意。好，来，但愿你分析正确，就等于上钩了。 哎，老弟，你又要去哪儿？妈，您别盯着我好不好？我不去找马宽利，我到邮局给厂里打电话布置工作。美丽姑娘，你跟他一起去。好，妈。 你说什么？两个车间停产？这个决定是你和魏国想出来的吗？没有，在厂党委会上大家共同提议的。阿来，你就批准吧。做这个决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。现在库存销不出去，要是按原计划生产的话，亏损会越来越大的。可是你们要用停产来减少亏损，这不是个好办法。只要停产，工人的心就会乱。 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，魏国现在带领几个干部，在做稳定人心的工作。工人现在也基本稳定下来了。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找销路呢。哎，你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先回来吧。我原本打算这两天就回去，不过恐怕现在回不去了。我找到一个大的对外加工合作项目，只要这笔买卖能谈下来。 我们厂目前的危机啊，就能完全化解。你谈的是什么加工项目啊？一个利润500万的埃德莱斯加工项目。具体情况呢，等我跟外商进一步商谈以后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厂里的情况再糟糕，你们也不要乱，可以减产，但是绝对不能停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好，那你多保重啊。 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是不是跟踪我呀？谁跟踪你了？我是奉命来管你的。你妈怕你又去找马宽利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别再跟着我了。 我不去找马宽利就是了。那你不去找马宽利，去找谁啊？为销售找出路，为工人找饭吃。哎呀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就按你说的，我们去找那些人啊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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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服了你了，服了你了，咱们不去了，回家，回家可以吧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样才好，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抓饭啊，走。 我说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听这歌不心烦呐？怎么，你心烦了？是不是这两天没见阿拉提，你想他了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想他了，我是真想他了。哎呀，我在想。 如果艾莱提这条大鱼不上钩，不和我们合作，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解决眼前的难题？
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艾拉提跟我们合作。不，那你还有心情听着歌，喝着红酒，啊？刘老师，500万呢？这可不是小数。别人现在都在羡慕万元户的时候，咱们手里可握着500万的大单呢。如果玩得好，可能还会更多。你这大学者，得想办法呀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我的工厂拿不下这单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先拿下来再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那当初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啊。就说现在，既然你说除了 LIT 咱们没有别的招了，那咱们就别等着 LIT 找咱们了，咱们必须主动出击呀。你最后这句话说得好，主动出击呀，那就看你的了。不是你倒一推六二五。这咱们俩的事儿啊，怎么就单看我的呢？你不是说你了解他的家人吗？不看你的看谁？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你说艾拉提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那还用问呢？你不都领教过了吗？艾拉提背后有两个女人管着他，一个是他老婆魏明霞，另一个是他妈帕夏汉老太太。他们为什么阻止艾拉提，不让艾拉提跟我们合作呀？恨我，他们都恨我，恨你，恨你在文革中干的那些事儿。所以，要想让他们同意艾拉提跟我们合作，你就得做点牺牲了。那你说，怎么牺牲？去他们家负荆请罪，让魏明霞，让帕夏汉老太太原谅你。宽恕你，允许艾拉提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才能往下走，走下一步棋，明白了吗，马总？负荆请罪，赔礼道歉，这是个好招。可我好歹是当过兵、打过仗的人，忍受服软，干不了。要面子，拿我们就损失呗。那我们就把这笔生意做砸呗，你我损失500万，500万呢？刘老师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容我想想。爸，刘叔，啊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巴基斯坦来的。马华丽，我认识。劳改犯，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哦，对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你儿子的女朋友不就是艾拉提的千金小姐吗？马叔叔，我们这次来是跟您谈合作的。合作？怎么合作呀？是你还是他呀？是我，我要和你合作。这些孩子，胡闹，连你爸都不想跟李斯先生合作。你还合作什么？他不想，我想啊。马宽烈，你不是认识亚美国际公司的老总吗？你的老板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来说吧，是这样，我跟迪丽娜尔想办一个公司，我们想跟外商合作。我听说这加纳老板准备在中国办一个时装表演，我们想接这单生意。迪丽娜尔那儿就有模特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代理亚美公司的时装表演，怎么样？马还没有呢，你先想马鞍子的事儿。这事儿是你们干的吗？那是谁干的事儿？马宽烈，你的老板还没有找到模特队吧？你说的没错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，说话比你妈还冲。可是我要告诉你啊，要想和我们合作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是你要先回去说服你爸爸、你妈妈，然后再来找我们。啊？不用，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定。缇娜，你听我跟你说句话，你呀，回去好好跟你爸爸说说，先促成我们之间的合作，然后我们再帮你成你的事儿。明白了，交易对吧？走，现在就去找我爸去。这不是交易，这是帮忙。哎，孩子，哎，哎，
妈，我到院子里转一转。哦，你休息一会儿，别累着了。啊，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车等一下，等等，哎，等一等。妈，看见艾莱提了吗？他说他在院子转一转。他的包不见了。没看见他手上拿的包啊。这个大骗子，他把咱们都骗了。啊？美丽姑娘，你干嘛呢？跟我回去，赶紧的！哎呀，你行了你，走吧！你上车吗你？哎，我走，我走。他不走。哎，到底走不走啊？他不走，你赶紧走。哎，关门。哎，买票，买票。哎，哎，哎呀，我真服了你了，我。我才服了你呢！为了见那个坏人，你还敢骗你妈妈？你不是在门口转转吗？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亲爱的美丽姑娘，好了。我不骗你好吗？我们换个地方聊，走走走。换个地方聊？你还准备骗我？哎呀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啊，走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走走走，来上车，上车。哎，好了，抓紧啊，走了。哎呦，成了！那小丫头满口答应我去劝说她父亲，我相信她能说服艾拉提。不见得，关键是那丫头的妈魏明霞，还有那个老太太潘夏汉。要不然，咱绕开艾拉提，直接去新疆厂找巫婆，那也是我学生，而且还是副厂长。副厂长顶什么用啊？再说了，巫婆和艾拉提穿的是连裆裤，大事儿巫婆根本做不了主，都听艾拉提的。我让你开车过来，就是豁出我这张老脸不要了。咱们去老魏家，父亲请罪。亲爱的老婆，我认为啊，现在是我们这一生中过得最美好的时刻。我觉得你不这么认为。哎，我怎么不这么认为啊？我带你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寻找我们失去的甜蜜。你真想日子过得好的话，少给我耍花招，别跟那个马宽立脚在一起。好好好。我说这点礼品能够分量吗？我说够就够了。艾拉提和他妈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，拿东西去也就是个意思。也对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这事儿要是用钱能解决得了就好办了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不是到后院转转的吗？怎么又领着美丽姑丽一起回来了？又去见马官吏了？妈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别再唠叨了。
拉蒂。哎呦哎呦，刘老师，李强，哎呦来了，你好，哎呀来了，哎，乡长，魏公，我今天来是向你们道歉的，为我过去做的事情深表歉意。哎，没事，马管理，当年的事情啊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，梅里姑爹？马宽烈，收起你的嘴脸，赶紧回去吧。我们这里不接受你虚情假意的道歉。明霞，我今天来一点虚情假意都没有，真的是诚心实意的向你们一家人来道歉的。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你要是真的道歉，为什么不找爱华和王大姐他们道歉，跑到这里来道歉干什么？你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知道我过去犯了错误，啊不，是犯了罪。我有时间一定去找王桂琴亲自赔礼道歉。今天我来，就是专门特地的来跟你们一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。梅里姑爹说的对，你马宽烈安的什么心，我可知道呢。这个地方不需要你道歉，你走吧。大婶儿，那不是马宽烈一个人的错。那是一个时代，时代的问题。我不认识什么时代，什么当官的，但是我认识这个马宽烈。马宽烈，你拿上你大的小的东西走，你出去。妈，您不能这样。我妈说的没错。林霞，马宽烈是有错，但他现在知错了，咱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知错改错的机会呀？刘浩老师说的对。刘老师，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为人，可是你现在为了钱跟这个马宽利同流合污，你的尊严在哪儿？你现在认钱不认人了。梅里姑爹，你太过分了，不管马宽利安的什么心，到我们家里来道歉，我们就得尊重人家呀。政策还允许犯了罪的人改过自新呢，马宽利再说也是我们厂的家属，不能不给人家一条出路吧。我们走，走。哎哎哎，拉蒂，你给我回来。哎，拉蒂，你给我回来。你给我回来。大妹子，你先别着急。明霞。爸，你们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吧。我的孩子，你不要怕，我们看见你伤心流泪了。今天的事情是艾拉提不对，等他回来你不要说一句话，看妈妈怎么收拾他。他要敢不给你赔礼认错，我不要这个混账儿子了。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哭吧，哭出来好受一些。孩子，林霞，愿意听爸爸跟你说两句吗？你说吧，爸爸。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也很生气，可是生气归生气，对于眼前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理智的去看待。我们都清楚白拉提的人品和他对你的感情是不用怀疑的。是是，他和马宽利和刘浩的接触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工厂的前途，你说是吧？爸，您不要为他辩护了，他是什么人我很清楚。清楚就好。爸爸希望你啊能够理解一个男人，尤其要理解一个做事业的男人。两位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谈我们的生意啊？你愿意去哪儿咱就去哪儿。去我公司怎么样？不行，去你公司不行。那魏明霞知道你公司的地址，这要追过去还谈什么生意啊？去我住的酒店吧。哎，拉铁，咱去老马那儿怎么样？行啊，只要没人打搅的地方都可以。
哎，厂长，这合同你都看了好几遍了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哎，老马，你总是改不了你这打仗的急脾气。这份合同怎么说也是牵扯着艾大厂长手下那1000多号人的生计呢，他必须得慎重再慎重，是吧？老师当了老板还是老师啊。你总算是说话了，这合同怎么样，满意不满意啊？80%的条款满意。80%满意？那还有20%不满意啊？不是不满意，有2项条款必须修改。哪2项要改啊？首先我要告诉你，要按时按量完成外贸出口生产加工的产品，这点我们没问题。但是对于出口产品检验这一项由你们说了算，这一条款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要清楚，是我们让你们代加工的商品，质量当然由我们把关。难道说你们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，我们还照样付钱？哎，我们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，你们可以不付钱，可是合不合格的标准不能是你们的检查人员说了算的，对吧？质量标准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检验标准执行。艾拉铁，不是艾厂长，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吧。我们让你代加工的可是销往国外的出口产品，怎么能按国内标准呢？我们是中国企业，就得按中国的标准来执行。我们厂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做外销，是给国家赚外汇的单位，这一点我比你懂。我饿了，走，咱先下楼吃饭去，吃完饭接着谈。你干嘛为一个马宽利大惊小怪啊？你可知道马宽利这个人给你爸下了套，说什么要搞什么什么合作？是我爸给马宽利下的套吧？他想把那些积压的产品都卖出去，我爸没答应，就让我来劝我爸。你爸没答应，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去找马宽利呢？那是我爸的智慧，他在牵着马宽利和刘浩的鼻子转圈呢。你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哎，怎么了？咱这是吃西餐，你讲点西餐规矩好不好？我们有刀有叉，这不就是新疆的馕包肉吗？这还要什么规矩啊？哎，我女儿怎么来了？我去看看，你们先吃着。蒂丽娜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啊，刘晓峰说他爸中午在这儿吃饭，我想你也应该在这儿。啊，那好，来一起吃饭吧。爸，我不吃了，我找你来说点事儿。哦。我知道了，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明白了。马宽利，哎，刘浩，马宽利是不是在给他的老板打电话呢？哎呀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Tina 找你干什么？叫他一起来吃。别打岔，我说老马是不是给他老板打电话呢？应该是吧。刘老师，马宽利不是外方真正的老板，对不对？刘老师，我当了10几年的厂长，这是第一次进入市场，你们要隐瞒我什么事，这个生意就做不成了。阿老铁，是不是 Tina 跟你说什么了？这些孩子们呢，总是喜欢瞎猜。我们好好的做生意，我们是有合同的，是有法律约束的，你害怕什么？紧张什么？他不是外方真正的老板，跟他签这个合同算数吗？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老马是亚美公司在中国的代理，他的大老板在深圳，但是签这样的合同有他老板的授权，这份合同就是受法律保护的。这份合同涉及金额500万呢，他的老板不出现，
让他来签，这说明什么？来，咱们庆祝一下，合同的事情解决了，就按你的要求修改。对不起，老马，这份合同即便你改了，我也不能跟你签了。哎，老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的身份被我识破了，你不是亚美公司的大老板，你是他们的代理商。这么大的一份合同，你要跟我签？不见背后的真神，我敢拿一个大厂几千人的命运跟着你冒险吗？什么真神呢？我就是真神，我就是老板呢。你们不是让迪丽娜尔劝我跟你们合作，然后又让迪丽娜尔跟亚美公司合作吗？这，哎呀，老马，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隐瞒了嘛。你是代理商也没什么丢人的。南老铁，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份合同你是不签了是吧？啊，我没说不签，而是不跟你签，我要跟你的大老板签。沙滩边，两天积雪融化光。